各位好哦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韩版，今天要改版哦。这一节讲的是叶芝哦。那叶芝，它这一次活动是7月26到8月30哦前哦，你要记得每一天去领哦。这边你去大概要跟大家提一下时间哦。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是，各一个神秘的盒子。那早上十一点哦，和下午五点，它是叶子各500个，所以就是1000个哈。哦，再稍微跟各位提醒一下。哦，那任务，它这个任务，哦，任务。哦，有变多哦，它每日300一样嘛，每周500，哦，每月变1000哦，那这个要去解哦，还不错啦，哦，那还有就是说，60级以上，因为我还没有60啦，我是看，哦，看一下，看那个人家爸分享的，他是说好像60级以上哦，那个叶子的那个消耗哦会降低。那这边稍微跟各位稍微提点一下哦，那以上哦，大致上是这样子哦，以上解说到此完毕。